首先，非常感谢国家和政府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平台。作为一个瑞士小众品牌，要想迅速在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非常难的。而进博会就是我们向整个中国市场展示自己的一个平台。进博会的观众从质量和数量上都是高于我们往常参与的展会的。 而且让我们接触到了平时展会或者商业活动很难接触到的客户、采购团。从推广上来说呢，进博会不仅搭建了这个平台，还为整个平台充分调动了各方媒体资源，帮助品牌做推广和宣传。所以非常感谢政府和进博会。中国市场在整个世界都占有重要的位置。如果一个产品能够得到中国消费者的认可，对于任何一个品牌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，益处也是巨大的。 而今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中国消费者对生活的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，这也是诸如 Lorestar 这样能够解决需求、打造品质生活的品牌和产品的机会。